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亚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打个招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对战地图。嗯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有没有看到咱们身后这个大家伙？我是不会告诉你他的胖子是黑色的。臭扁你。好了，首先咱们看一下作者的迷你号，然后这边 MC 泰坦的三大头领之一，十分强，要小心哦。这个家伙就是，没错，他就是恶魂泰坦。你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两大女汉子之争，我就站在旁边那个看戏了哈。上吧，屌麻利，打他，可以吗？打他，去吧。去吧，屌毛秀、啊！我怎么没打着呢？要打他影子啊，是不是傻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呀！你倒是下去呀、啊，下去啊！为什么要下去啊？你看我都被他打跑了。哎，他不还手的吗？他可能惧怕我的女汉子之威吧。被动挨打不存在的呀，好歹也是个大 boss 啊。哎，还手了！我的天哪！妈耶！我的妈呀，这召唤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啥，哥哥，你要不然就我走了啊，我溜回家吃饭了啊。直接把你秒杀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他胖子明明就是白色的。明明没看过人家胖起来乱说。谁说的？他说话是要被打屁屁的。谁说的？我就看看你看。姐。哼，我靠近他是不会打我的，我告诉你。看吧，就是白色的，没错。他盯着你看了。干嘛呀？咦，走位，求死！来打死我！哎，我没死，气不气？咦？哎，你过分了哈，这个。快点，打 boss 了！我在打呀，我一直在打呀。你那有空气墙吧？是吗？你站的那个位置是有空气墙的吧？好像是呀、啊，我就说，我怎么半天那下不来？你怕是个大傻子吧？这个是什么刀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小李飞刀。不知道他的血就是看不见他的血量，不知道他血量有多少。别跑！你要别跑！你要别跑！What the fuck？ 就死了？不，我吓死了。就这么被我吓死了？他掉的东西呢？他有掉东西吗？神经病啊！就这样就没了？对啊，我赢了。哎，打不着，气！打。我们两个没有互相伤害的那个属性。神经病。好了，咱们就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